Hello，今日11月10號，雪櫃。今日我打開雪櫃，雪櫃裡面有好多嘢，有一盒蛋，一個番茄，兩個女，三個仔，四個媽媽。五個爸爸，好多嘢，定係人？我將頭擺入雪櫃，我睇到雪櫃隔離有一個人，佢喺度燒烤，佢喺度燒嘢食，BBQ。雪櫃隔離仲有兩個巴黎燒烤，巴黎好，依家讀書面語。雪櫃，今天我打開雪櫃，雪櫃裡面有很多東西，有一盒蛋，一個番茄。兩個女，三個仔，四個媽媽，五個爸爸，很多東西，還是人？我把頭放入雪櫃，我看見雪櫃旁邊有一個人，他在燒烤。雪櫃旁邊還有兩個巴黎。完。